对于 RPG 这一类的游戏来说，讲个好故事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优秀的故事不仅可以让玩家全情投入，也能够让游戏的主题得到升华，甚至能够让其成为不朽的经典。比如《仙剑奇侠传》的初代，在95年那会儿，它的剧情造成的震撼，在我们心里啊，不亚于一场地震。最后赵灵儿跟水魔兽同归于尽的时候，无数人为之哭红了眼睛。有人给当时著名的杂志社写信，说自己从今以后啊，再不玩任何 RPG 游戏了，一生只为《仙剑》活。说的虽然很肉麻，但却是真情流露。可以想象这款游戏对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啊！跟仙剑比起来，90年代的轩辕剑同样以剧情强大闻名于世。它是一个比仙剑还要古老的系列，初代诞生于1990年。我本人最早接触到的呢，则是95年的那一款轩辕剑2的外传《风之舞》。它的故事啊，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男主叫符子彻，是墨子的徒弟，为了探查来路不明的机关人而踏上旅途，随后又遇到被老爹蜀桑子抛弃的女孩桑文锦，两个人结伴云游四海，在游戏的最后啊，结为夫妻，是属于比较完美的结局。随后的三代以及三代的外传啊，我也都打通过，同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无论是游戏性还是剧情，至少在当年都算是华语游戏当中顶尖的。我之前呢也做过关于他们的视频，不过2000年后啊，随着游戏资源的丰富，再加上网游来袭，玩游戏的时间变得不怎么够用，以至于天之痕再往后的作品我一个都没有玩过。直到最近《轩辕剑7》的出现，才又有了一点想玩的欲望。因为《轩7》从传统的 RPG 变成了 ARPG， 这种改变呢，无疑是顺应时代变迁的。于是我决定花点时间来玩玩。当初95年的那款《风之舞》，我玩的是盗版，因为那个时候啊，大陆的电脑游戏市场实在是太小了，《风之舞》根本就没有在我们这儿发售过。从三代之后才有了官方正版，因此这次在买之前就已经把心态调整好，不过99块钱而已嘛，哪怕游戏不怎么好玩，那就当作是补个票，把当年《风之舞》的票补回来呗。剧情一直是轩辕剑系列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因此要聊这一作，剧情同样是绕不开的话题。开头部分的演出在试玩版里边已经出现过了，故事发生在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一段时间里，男主的名字不能自己起，他叫李昭，原本是太师府的公子。开篇的时候啊，正好是妹妹1周岁，可是呢，夜晚军队的人突然闯了进来，把他家给灭门了，最后只剩下他带着年幼的妹妹逃了出来。在山坡上望着火光冲天的府邸，男主开始唱歌了。当初上夜未央明月，唱歌呢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个人感觉这个歌声啊太过于平淡了一点，如果能够加入一些呜咽或者是啜泣的声音在里边，效果会好很多。被灭门后的男主带着妹妹隐居在某个小小的村落里，化名太史昭，以猎户的身份艰难求生。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妹妹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良，从小就体弱多病，是个药罐子。太史昭为了给她买药，不得不接一些打猎以外的生意。某天军队要在附近的山里啊，除掉一只叫黑雾大妖的妖怪，男主也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带路这个任务。在找到大妖后啊，并没有能在第一时间击杀他，反而是男主被逃跑的大妖撞落了山崖。不过呢，既然带路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也就没他什么事了，拿了报酬，一个人沿着山间小路往家走。回到村子后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大家是进山去消灭妖怪的，结果呢，妖怪反而跑到了村子里，来了一波反杀，打死打伤了好多人。更巧的是啊，他居然闯进了男主兄妹居住的房子里，抓起妹妹当人质。嘿嘿，对，就是这么巧。在看到包围他的这些人根本就不理会人质之后，大妖捅了妹妹一刀，然后丢了出来。放箭！天下地利。男主有一个宝贝叫天书，发动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子弹时间。利用这个能力啊，他从箭雨中救回了妹妹，再次发动天书的力量，让两人转移到天书世界里。这里有一个机关屋，屋子里关着整个游戏里最强的声优吉鹏大王。坏了，你会修吗？你当然不会。大王，对不住啊，我你。到如今也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不对，过了这么久，小白应该早就死了。
这游戏里的声优啊都很全情投入，但是呢，说真的，他们的对话太过于一板一眼，过于电视剧的感觉了。唯有吉鹏，因为是只鹦鹉，他是可以不拘小节的。声优的演出啊，也是真的让我惊艳，从头到尾都很好玩。要是没有他作为调剂品的话，这游戏中期大段大段沉闷的剧情，我几乎都看不下去。在网上查了一下，吉鹏的声优原来是汪世伟，这也算是声优界的老江湖了。以前也看过他配音的几部动画片，作为一个女生，这一次居然化身为鹦鹉，用如此奇特的腔调配音。所以说声优都是一群怪物啊。吉鹏大王精通机关术和阵法，在他的指引下，男主用阵法将妹妹的灵魂抽离出来，又通过机关术把灵体和木人融合，再收了个强大的符鬼作为木头人的驱动程序。这样一来呢，妹妹不但拥有了能够灵活行走的木头身体，同时还拥有了很强的战斗力。她的手可以放激光炮，属于远程武器，还有一定的治愈能力。小猫小病啊，只要她手一挥，立刻治愈。甚至外表看上去啊，也跟原来一模一样了。这似乎是一个威力加强版的妹妹，但两个人都不满意。男主还是一心要帮她恢复肉身，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而踏上了寻找墨子后人的旅程。在旅途当中，又遇到了小时候的玩伴楚红，她此时啊已经成为了一名墨者，精通机关术，并且拥有高超的武艺。男主加妹妹加楚红就成了游戏里边固定的三人组，此后基本上一路都在同行。之前打试玩版的时候，由于战斗只有男主一个人出镜，我一度怀疑这个游戏会跟原神一样，是通过一个按键来切换角色，那是制作起来最简单的一种方案，不需要电脑 AI， 也不需要考虑同伴被卡住之类的情况。但是呢，轩辕剑七却跟我想的并不一样，它里边的几个人啊，居然真的是在同一块屏幕上一起战斗的，他们也会获得经验和升级，可以在菜单里边替他们点开各种技能。不过呢，我们能操控的始终只有男主一人，并不能随意切换到他们的视角。战斗的手感也只能说马马虎虎，但作为一款只卖99元的 ARPG 来说，我觉得真的不能拿它去跟那些顶级 ACT 动作游戏相比，说得过去就行了呗。值得一提的是，男主的一些动作明显带有只狼的影子，比如在怪物攻击的一瞬间格挡是有反弹效果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无论是四溅的火花还是打击音效，都让我想到了只狼。一些跳头斩杀的场面也让我想到《只狼》里的类似场景。总体来说，这些 BOSS 战的设计啊，我觉得都还算不错。每一场大战到最后啊，基本上都有斩杀动画，可以看出是用心去做的。其实对于一款 RPG 来说，连男主在内从头到尾都只有三名角色，确实有点寒酸。同伴完全不能操控啊，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但毕竟是轩辕剑系列第一次转型，如果他将来还能有续作的话，相信会有所改善吧。刚才说了，男主旅行的目的啊，就是寻找替妹妹重塑身躯的办法，这个单纯的动机贯穿了整个游戏。但在旅途当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比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此时他还不是什么皇帝了，只是绿林军里的一个将军而已。此外还有刘秀的兄长刘伯升、起义军领袖刘胜恭等等，这些人啊都像是跑龙套的，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他们更像是任务发放机，让男主从 A 点把某样东西送到 B 点，接着再去 C 点做点什么事情等等，用来增加游戏的时长，同时也让这个哥哥救妹妹的故事啊，稍微厚重一点，让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勉强融入到游戏的剧情里面去。男主和楚红从小就是玩伴，算是青梅竹马，现在又天天黏在一起冒险，当然很快就暗生情愫，双双爱上了对方。在行至少室山脚下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也明朗化了，这也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妹妹在看到两个人卿卿我我的一幕后啊，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显得非常不高兴。我当时就知道接下来一定有什么剧情需要队伍里的三个人爆发冲突才能演，可这个伏笔的设定啊，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消化不良。你哥不辞辛劳地替你找回身躯，路上跟漂亮的女孩结缘，有了个嫂子，这不应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才对吗？至少你哥在帮你的同时，自己也算是不虚此行，不是好事一件吗？怎么就这副模样了呢？三个人此行去少室山是为了寻找吉鹏口中的大小姐，因为据说这位夫人啊拥有通天的本事，只有找到她才能够替妹妹重塑身躯。在爬山的过程中，果然妹妹开始黑化了。祭坛不可行。面对奄奄一息的小兵，妹妹二话不说就把他宰了。更奇怪的是，她抛开了男主二人，拔腿就往山顶上冲。这此后只剩下男主和楚红两个人，追着妹妹的足印一边杀妖魔一边前进，来到山顶，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她。可是由于妹妹奇怪的举动打破了山里的结界，导致妖魔可以下山去袭击村庄了。三个人想了想，不行，不能继续前进了，必须先下去救村庄。
山顶到山下没有任何可以传送的地方，只能自己用脚再跑一遍。回到下面的村子里，杀完一堆妖魔之后，再次原路上山。此时山上的妖魔啊，又全部刷出来了，我们还得再打一遍。一座山在同一个时间点来回爬了两次，厉害吧？打的时候不停地劝慰自己，就当是在练级呗。对对对，就当是在练级。吉鹏口中的大小姐啊，并不是那么好找的。众人在山顶没有见到她的踪影，随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才在太石山脚下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见到了她。大小姐是个情怀，而且还是一个大情怀，她就是95年那款《风之舞》里边的女主桑文锦，对，就是封面上的这位。但在游戏里啊，她的例会是这样的：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说她长得很像葫芦娃，因为我就是觉得她很像葫芦娃。文锦是蜀桑子的女儿，但并非是亲生的，而是蜀桑子利用炼妖壶制造出来的人造人，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当年因为跟老爹意见不合，被蜀桑子钉在木箱子里，从太石山的山崖扔了下去。反正只是个人造人，既然不支持老爹的意见，那就不要了呗。木箱子顺着水流飘到溪口，正好被路过的男主福子彻看到，把文锦放了出来。随后他便跟着福子彻云游四海。在游戏的结尾处，两个人结为了夫妻，这还不是他们戏份的终点。随后在2001年推出的《轩辕剑四代》里，福子彻跟湖中仙一场恶战，两败俱伤，福子彻被封印在了炼妖湖里，而文锦则成了墨家最后的领袖。在此后的几百年当中，统领着这些族人，不老不死的他也成了地位最崇高的墨家夫人。这些啊，都是轩辕剑四代的剧情，老孙我没有玩过四代，因此就不多聊了。总之在这一座的三个人见到文锦的时候啊，他应该已经活了400-500岁了。文锦说想要重塑身躯啊，必须要用到轩辕剑的力量，但他把轩辕剑封印在了鲁班遗迹，我们必须要先把剑找回来，然后才能够开始施法。这样安排呢，当然是为了增加游戏的时长，因为桑文锦已经同意替妹妹恢复身躯，如果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的话，游戏就直接结束了。伴随着轩辕剑封印被解开，军队的人也出现了。毫无疑问，接下来便是游戏里最后的一些战役。这里有一段在水坝上面打架的动画，挺精彩的，反正我就是觉得很好看，为这里的动作捕捉点个赞。为谁的天下，谁的大义？噼里啪啦一顿乱战后，几个人合力杀掉了军队头头，楚红给了他最后一击，也算是替男主报了灭门之仇，顺利的拿到了轩辕剑，交到桑文锦的手上。此时桑文锦又说出了一件事，就是如果要替妹妹恢复身躯的话，他自己将神形俱灭，彻底消失。就在众人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也一头问号的时候，桑文锦却说他已经活得太久，觉得没意思了，想早点跟福子彻团聚。随后也不多话，几个人开始做法。黑火中一个看起来很像龙的怪物出现了，这体型这气势毫无疑问就是最终 boss 了，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我打了两次才过。夫君，我终于能再见到你了。说完这几句台词话，桑文锦就消失了。这一幕还真是让我有点感动的。想到90年代那会儿刚装好《风之舞》的时候，里边的文字都是乱码，我找了好多繁简体转换器，才总算碰到一个好用的，让这些文字在我的简体系统下正常显示了出来。当时的兴奋和激动啊，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我只是个10几岁的少年，如今都已经是年近40的大叔了。桑文锦这名人物从被创造出来起，也走过了25个年头，但这一次啊，他的使命看起来是真的完结了。我想编剧是不会在未来的续作里再次把它写活过来的吧。当然我的这份感动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触发的，对于没有玩过《风之舞》和四代的哥们儿来说，文锦舍身救妹妹的戏啊，估计会看得莫名其妙，因为游戏里边对于文锦的来历啊，没有太多的交代。他咋会这么高尚呢？为何要用生命去帮助几个素昧平生的人呢？带着一连串的不解破关，自然也就不会给他多高的评价了。当然了，就算我被桑文锦死的那一幕感动了一下，打通之后啊，也没有办法给他太高的评价。但毕竟这是系列首次变成 ARPG 嘛，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和改进的空间的。只能说祝愿这个系列还能够一直走下去，并且会越来越好吧。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边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